亚台富士金基股份有限公司推出最新 N 系列真空帮补，真空帮补的最核心马达，为业界最新 SR 马达，全密封式组装，水循环冷却系统能有效降低工作中马达的温度。N 系列所使用的马达比传统市售马达小了两个框号，能有效减少占用您宝贵的空间，符合 IE4 标准，比市面一般 IE2 马达节省 40% 到 50% 的能源。马达转速可调整，每秒转速为0至 5400rpm，N 系列真空帮补，由吴永久实体设计。达到目标真空度的时间，有效缩短为65%。在低温的工作环境 ，SR 马达比传统式马达更长寿。亚台富士的 N 系列真空帮补使用变导成转子，相较于定导成转子，在运作过程中能省下高达35%的能源。使用智能触控式液晶萤幕，能够一目了然帮补的所有参数，更能够直觉操控。透过无线装置监控，在远端即可操控运转转速、功率。令人惊艳的是，能够透过智慧型装置，同时操控多台真空帮补。当发生故障时，能透过云端直接通知工程师及经销商，用最快的速度进行维修。